这个诗，大师说：“一无住本啊，发性啊，一无住本呢、啊，是为疯人，也叫做妄想疯。疯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，风是动的。时是动的。它里面有真如，有如来藏在里头，真如是不动的。动中有不动啊。不动的那一部分，那是真的。那是能现能变的。动的那一部分是所现所变。动静不二，能来表达。圆。圆周是在动的。圆心不动。圆心可以不动呢，圆心不是物质。不是形象，它没有形象。所以它不动。它要有形象，它肯定在动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圆心，圆心肯定有，但是你找不到。所以它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。几何学里面讲的点呢、点是个抽象概念。你决定找不到。点一动呢，就有痕迹，一动就变成线，线一动就变成面。这个初中学生学最浅显的几何，他就懂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个道理说明什么呢？无中生有，有无是一，不是二，这个理很深。几何学里头可以从这个现象里头体会到，无中生有。但是无跟有是一不是二啊，这个他就不知道。那佛法里讲这个道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